第十三集，一个大西瓜。我的快递到了，西瓜长了脚，还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哈哈，是我。原来是小鼹鼠啊！再也没有比大热天吃凉凉的西瓜更美妙的事儿了。谢谢，一起。快递，我去开门。来了来了，您的快递，来，请签收。对了，请等一下。辛苦啦。谢谢，拜拜。和和，你这么爱吃西瓜呀，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什么地方？走啊走啊。你看，西瓜有的是。我们应该把它带回去，请大家一起吃。说的是呢。陷阱大师的新作品，看看哪个小倒霉蛋中招了。给我放下放下，怎么哪儿都有蚂蚁啊？什么情况？
看看去。哎呀，再也没有比大热天吃凉凉的西瓜更美妙的事了，更何况是自己送上门的西瓜。你俩这去哪儿啊？是狐狸先生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大西瓜带回去给大家分享，你也一块儿来吧。不过我看你们俩搬西瓜也真够辛苦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帮你们在这儿看着瓜，你们俩快去叫大伙儿过来帮忙啊。可是，还是我去叫吧。来，我的天哪，这么样的西瓜真好吃，大家一起吃好棒啊。想要收获就要先努力，我知道一条近道。你还不赶快推。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那不是狐狸先生的家吗？我们是要去狐狸先生家分西瓜吃吗？当然了，我是非常讲诚信的人。那好了，你们的那份狐狸先生，这是大家的西瓜，请你。让他啰嗦什么呀？想要有收获，就要先努力，再去掰一个吧。吃西瓜，吃西瓜，吃个大西瓜。狐狸先生，狐狸先生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啊。狐狸先生道喜。哎呀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道什么喜啊？小糊涂。好东西，大家一起分享。你也来一块吧，才是最美味的，对吧？不麻烦，我自己来吧。对了，我想起来家里还有快递呢。既然西瓜已经分了，那快递我就麻烦一下，替你和和好好验一下货吧。我去。快递到底是什么呀？是一大箱冰块。不管是什么，都由我保管吧。不怕放就行。肯定怕放了，应该都化成水了。我来了。